好，我是欧妹，今天来这里采点南瓜浆，都是非常嫩的。这个是野生的毛桃，结的非常多。摘一个来尝一下，酸酸甜甜的，不过还没有熟好，过段时间再来。一篮子，把这南瓜尖的皮撕一下，来洗一下。洗好了，现在来切一下。配料就是大蒜、小米椒和干辣椒。好了，起锅来点猪油，油热放入大蒜、小米椒、干辣椒，然后把南瓜尖倒进来，炒熟，来点盐、酱油，出锅。爆炒南瓜尖，凉拌黄瓜，又是简单的一餐，开饭了。用猪油炒的南瓜尖非常香。